痛不欲生，秒夺性命，惊悚疾病别轻呼。肺癌大概就是癌中的大魔王。肺癌的死亡率是最高的，伤人于无形之中。一开始来就是手没力，讲话越来越沙哑。通常发现这种癌症的时候，它已经到最后一期。癌症是我们十大死因的第一名，第二名的是心血管疾病，主动脉剥离痛如刀割，通常是非常高，还有可能直接列到心脏。病患的描述都痛得要死。哦，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《医师好辣》。